来上的学生他们能够艺术学校的，所以那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。那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立报本身不是学生刊物，就是他本来就是到最后发行。我一开始不讲那个陈志文的故事嘛，然后还有我有很多老前辈的八卦，我本来不是搞新闻史的，是这些八卦都是如此告诉我。就是我说他之前蒋中正不让他办报纸，所以他就搞世新大学，对不对？慢慢的，他也叫做世新，他是五专，又叫做世新世界新闻专科学校。后来才慢慢变成世新。那时候他开始办立报的时候呢，他就他的想法，比如说各位可能不知道，上海立报是个非常大的报，那时候在民国初期，所有知识分子会看到的报叫上海立报，香港也有立报，是完全左派的知识分子报。他在台湾办立报的时候，他本来就想要做一个左派的知识形式的报，可是遇到很多麻烦。立报刚创刊的时候，那时候讲到立报刚创刊的时候呢，我要透过发行商去发行，对不对？结果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就威胁那些送报生说，如果你敢送立报，我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就给你送。所以立报一正报都不出去，你知道，就是没有人要帮我送报，因为所有送报生就不敢送大报。这才是台湾媒体真正的状况。你知道什么叫主流媒体吗？那后来立报花很多力气要用邮寄的，然后自己派工读生请，你要签订那个发行商几乎不太可能。这是立报的故事。所以那时候立报搞了几年以后一直不起色，后来陈志文病重，所以如此又回来。他放弃 UCLA 的终身制教授的位置，然后回到台湾执行来搞这个报纸。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认识他，所以我要说的是，拓宽那时候因为一方面他是我的老师，所以我跟他沟通可能比较方便的。然后我就说服他说，立报这种形式很棒，可是他好像有点太旧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 intellectual 的，他对于知识分子那种想象有点太传统，你知道，就是要非常左派的那种。你像鲁迅的文章，你们看过鲁迅吗？所以我就跟他说，后来我就因为他也在美国待很多年，所以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。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个范本，其实是 Hugh Boyce 先生。我跟他讲很多遍，他觉得我们这群年轻人都怪怪，所以他很愿意让我们试试看，所以他就让我们做。所以我觉得，可以有破坏很大原因要归功于如此。他那时候有一个，我很多事情其实是如此教我的，我从来做，就是。他非常相信年轻人，而且相信非常蠢可是有活力的人性。就是你看，比如他会让我二十几岁，我前面刚好同意他就可以帮我只要当专门年轻人，他让我们年轻人去搞，就有点是他完全放手让，而且我搞的东西完全他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搞第三个搞毒品。他说其实破坏最有名的是那个反反毒系列，你看过吗？我们做了大概一个多月的专题叫反反，就每一个毒品告诉你安非他们怎么来的，摇头丸怎么来的 ，LS 怎么来的，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反他？为什么可以不要反他？我们做那些题目时，那时候完全是他根本搞不懂，他就放手跟我做。然后我们做过像堕胎的100种态度，比如说年轻人如果已经有堕胎的问题了，所以年轻人需要的并不是告诉你说可以乱造，可以要戴保险套。他最需要是告诉你说有没有什么便宜又安全又卫生的堕胎方法。我说这是需要，就是你不能一直告诉年轻人不要什么不要什么，而是他如果有了那他怎么办？这社会不会提供足够去。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很多专业都是在提供。哦，又回答没问题吗？这样子，反正就是如此同意了，所以我们就提一个 proposal 给他，他就让我们提供出来。哦，还有原因是我跟那个立报那些老头吵架。就是我们在专买东西，我们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然后前面都很震惊嘛，就政治、社会、社运嘛。然后我们这群人每次进去都，我现在老人所以比较看起来比较正常。我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每个人走进办公室，你就看到一堆那个妖魔鬼怪走到那个，然后所有老人家都有点心脏病，麻子。然后我们在办公室非常吵，然后又抽烟，然后又打架又喝酒，所以他们有点。受不了我们，
他会跑去跟 Lucy 说，你不要让那些小鬼，他会破坏我们那个报社优良的传统。那可能 Lucy 那时候很头痛，想说那我就把你分掉，反正你可能活不了太久。后来我们当然就读起来，大概知道。我跟他们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冲突，就是我很尊重里面一些立报的老前辈，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尊重。可是有些人我实在非常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，就常常。我们当然很骄傲，因为这两份报纸都活下来了。那破坏影响力是比地报大很多的。对，现在也是，不是影响力太大。而且我们破坏性已经很，我其实承认破坏性越来越重要，所以其实要靠你们。你能做的事情都做了，比如他们都要做全民会也好，就是你想要做的任何一个题目，就黑手也好。好，武装流动青年好，热身好。你想到任何一个题目，我们在十年前都做过。我们现在最大困难是所有事情都做过，然后那你该怎么办？如果你们这群年轻人还不创造一些事件，那我们报道的话，那破坏已经完蛋了。就是媒体最重要的是，他要报道对象的，他要 event， 他要这个时代给我们一些鼓舞的、兴奋的、另类的。如果你们什么都没有，那破坏就会。破坏无聊就是你们的责任嘛，因为你们并没有创造出什么，你们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东西让我们报道了，真的。不然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创造出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台大就干了很多蠢事嘛，就是读在读根，然后拿钱，然后都要干嘛？台大干有趣的事吗？我们的台面稍微往前比较一点。